饮衣冠，混饭，人人称我王半仙。谣言，手中常拿斩妖剑，捣乱，无非是哄人几文钱也好抽烟吃饭。我本吕蒙之徒，一心追随仙路，受尽千辛万苦，只会骗人之术。我王道同曾拜吕洞宾为师，就在这青石山脚下开了一座小小挂棚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众生。什么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成天卖点儿假符假药的混碗饭吃而已。哎，就这样，人还送我个绰号叫王半仙。天儿也不早了，待我照料买卖。贴在门框上。哦，是是是。王法师，我买个捉鬼的。哦，捉鬼的啊。贴在门后头。嗯，好好好。啊，王老师，我买个镇宅的。哦，镇宅的。贴到门槛上。啊，王法师，我买个扇符。扇符啊，贴在炕洞上啊。哎，你看看你这个岁数，干什么干不了啊？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？你摘我幌子干什么呀？我是来请法师的呀。请法师也没有像你这么请的。我家吃了妖怪了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先去捉妖啊。捉妖啊？你没看见吗？我这儿这么忙，一个人我都分不开身啊。再说我的挑费也大，去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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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包了你了。嘿，玩笑是怎么着啊？全有包的，有包老道的吗？不是哦，
我包你这一天的开销啊。这还差不多，你等着，我包被窝钱。啊，法师法师，怎么还要被窝啊？嘿，你不知道啊，白天有佛事啊，就是我的萨衣，到在晚上呢，就是我的被窝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来，您受累，帮我拿着。您头前带路啊。好，随我来。这是个棒槌经啊。哦，何为棒槌经？你知道妇道人家洗衣裳时候捶衣裳那个棒槌吗？哦，他成了经了。那他是怎样的成经啊？他是妇道人家洗衣裳时候，他要捶这衣裳捶出个点儿来。哦，捶出个点儿来。捶的是呢，鸡蛋哥咯噔儿鸡噔咯噔鸡噔咯噔，噗！没留神，把手给砸破了。哦，那血呢，流在棒槌上了。哦，受了日精月华，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他可就成了精。哦，就成了精了。这家伙可真厉害呀、啊！厉害，见什么打什么，像你这老骨头老肉的，早上一点就受不了啊！你可留点神。哦，如此的厉害，哎，你们这儿香辣纸马都预备齐了？预备齐了。哎，文房四宝、也预备下了。那法器呢？什么叫法器啊？就是敲打的响器呀、啊。哦，预备下了，预备下了，预备下了。好，敲打一下，我听听。哦，伙计们，敲打法器。不行，这还成了？这得敲出个点儿来。怎么还要敲出个点儿来？哎，得敲出个点儿来、敲个什么点儿啊？敲的那个，哎，点点痛，点点痛，点痛点痛点点痛。哎呀，只是他们不会打呀。不会，哎，那不要紧的，看着我的头，我这么一歪，这就是点点。这么一点，这就是痛。哦，这就是痛。哎，咱们试试。啊，好好好，伙计们，看着王法师的球。哎，头。哦，看着王法师的头。哎，看着点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呀、啊、先给我办上。哦，我穿上。我先上上香。哦，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。哦，好好好。举起鞭。
我姓什么？姓王。那妖精姓什么？妖精，我是哪里晓得啊？还是的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念着他姓什么这儿，他一激灵就出来了。那时候我拿宝剑，咔不拉嚓，把他不就给杀了吗？这一下不要紧，他也不出来了。怎么办呢？只好是摘杏古斗啊。啊，何谓摘杏不斗啊？请来天兵天将前来降妖。怎样的情况？这好办，你跟着我走，我这宝剑呐、往上一举、你就跪下。我就跪下。往下一落、你就磕头、我就磕头，这就成了。好，抄家伙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看我偌大的年纪，我呀受不了啊！水都让你给闹浑了，神仙也来不了了。哎，我画上几道符，先把他给镇住。画符。哎，好。书房在什么地方？在花园之中。有几道门？三道门。三道门？哪三道门？前门、后门、公子的书房门。好。贴在前门。哦，贴在前门。贴在后门。贴在后门。贴在书房之中。我不敢去呀。哎，怎么不敢去呀？哪里有妖怪呀？这不要紧的，你头前带路。哦，好，随我来。到了。就这样。真是。这不就贴上了吗？啊，王法师，掉了。掉了，掉了，掉了不要紧的，咱们再切呀。
我刚才怎么嘱咐你的呀？让这小男妇女的都要躲避躲避，你怎么让少奶奶出来呀？包保他是，他就是妖怪呀，他就是妖怪，真是。你得了吧，妖怪长得都是红胡子蓝靛脸，锯齿獠牙，可凶了，哪有这么好看的妖怪？你回我家公子的就是他呀。哦，就是他。我就是他，没错啊。啊，无错。好好妖怪呀、啊、妖怪，你好大的脑袋，你住了吧，我等生下的女前来看你作妖，青天不日，长进杀人，要杀给你杀，给你杀，杀到哪到哪。你听见了没？我乃乡间的女前来看你们作妖，青天白日，指定杀人，给你杀，给你杀，我把你个老不害臊的。啊，好，王法师，你过去将他杀了。我把他杀了。啊，杀了。那要是杀错了怎么办呢？你杀了他，我偿命。哦，我杀了他，你偿命。真是好。你把他杀了，我偿命。啊，我没有法术啊。对，你没法术，你去找根绳子，哦，盯着捆妖精，听见没？好，哎，妖怪，你休走，咔咔去。妖精腿儿，这是桌子腿儿啊！啊，是桌子腿儿啊！桌子，嘿，我说那么硬呢？哎呀，王法师，你小心了啊！哎，好厉害的妖精啊！不行，我得找我师傅去。啊，你师傅是谁呀、啊？胡立斌。啊，干部是吕洞宾。对了，吕洞宾呢？哎呀，你要快去快、啊。哎，是来。这是哪里说起呀？Thank you.
叫我过酒。这一刀是慌里慌张，进于何王？我这爷，你师父是何人？何人？哦，像是吕洞宾的。对了，吕洞宾，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。是啊，我来给你磕头了。快快起来。你为何这般模样？我去捉妖去了，没捉成妖精，让妖精把我给捉了。你的法术呢？就万次了。但为师与你前去捉妖，偷钱带路。是了，您随我来。是你回来了，回来见过祖师爷。我参见祖师爷。善哉。师傅，就让您看看。哦，带我看看。好大的妖魔气！师傅，这是什么妖？乃是九尾玄狐。哦，九尾玄狐啊！哦，马法师，过来。你不说是棒槌精吗？这我看他那尾巴咕隆咕隆的，好像是个棒槌似的。原来你是蒙氏啊。是吧，用什么您都找他说，我呀去养伤去了。啊，祖师爷需要何物？锦香三魔指。锦香三指。善哉呀，善哉。
寒飘，红光红桃映月刀，华夏赤兔胭脂爬，一片丹青把汗摸潮。金绣玉发冠，铁纹天台，天套青石山，妖魔作乱，与我前去相交，可从神将打下天河帝王。好，
十分骁勇，周云凤何在？Thank you.